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各居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看课本132页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战佛记啊，那还没讲完。那个战佛记我们说过啊，那如果照这里讲啊，它是引用这个啊《大方广》啊《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》啊。那么，但是啊，这部经，它是流行在啊梁朝前后。那梁朝前后，假设它更早翻译，因为流行就是它在流行以前就翻译出来了啊。那我们不知道是谁翻的，在什么时候翻的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有几个情形啊？它因为它两个记完全一样啊，一字不差。那、啊、这只有一个可能啊，不是罗什引用了啊这部经，就是这一部经引用了罗什的。那这一部经看起来不太像是初期大乘龙树时代的初期大乘经啊，所以我们说它应该不是龙树引用的。但是，所以如果完全一样啊，那么不是鸠摩罗什引用的这部经，就是这一部经引用了鸠摩罗什的啊。那么但是如果从年代看起来，鸠摩罗什是401年到中国的，413年入灭，在中国入灭啊，在长安。那么鸠摩罗什在中国就是401到413这个期间，那、他在到中国才开始翻译，《大智度论》也是那个时候翻译的。那这部经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被翻译出来，是谁翻译的。但是啊，这个比较大的可能呢、啊，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啊，这部经它是引用啊，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时间序在这个罗什之后啊，那么可能是他把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这个战佛记啊，那么整个抄过去了，引用过去了啊，比较有可能是这样的啊。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说鸠摩罗什在啊，就是说他可能出现的比较早啊，但是鸠摩罗什引用了他这个记看过啊，那但是比较有可能就是啊，他出现在这个啊《方广忏悔灭罪经》里面。主要是有人把《智论》里面的战佛记啊引用进去了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稍微就这个里面两个记完全一样啊，那么做一个说明了。好，那继续再来看啊，他说这个什么叫做摩诃萨埵啊？大心欲度无量众生，欲得无上菩提。他说：“众生如大海，无初无终无后，啊，有明智算师，啊，就是有聪明的啦，有智慧的，啊，那么的这个人啊，算师就是很会算数的啊，就是他要算大概众生有多少，于无量岁啊，很长远的时间去算，不能尽尽，啊。”那如佛与无尽意菩萨，那他这里引用的啊，等后面我们再来看。我先把这个经看完。啊，他说啊，这里是引用《大方等大集经》的了啊。他说，譬如十方一切世间，乃至虚空边际，合为一水，令无数无量众生共持一法，取一滴而去，
更有无央数众生，如前共此一法取一滴而去，如是令彼大水悉尽涌于众生，故不尽。以是众生等无边无量，不可数不可思议，尽人就尽，令离苦恼者啊，着于无为安稳乐中啊。那无为安稳啊，就是让他们都得解脱了啊。那也是《金刚经》说的无余涅槃啊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的意思啊。那前面的这个无边无量，不可数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是数词的一个叠加。那这个在印度的经论里面很常见，把很多数词放在一起来形容它啊，比如说百千万亿那由他啊。那么前面从数词的开始，百千万亿，然后到后面啊，那由他阿僧祇不可说啊，不可说啊，类似像这样。好，那由此大心啊，欲度多众生故，名摩诃萨埵。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啊，这个对照这个菩提萨埵的一个说明啊，这菩提萨埵也是一样啊，他讲他什么是大心啊，104页啊，就菩提萨埵会对照啊，就是说他在讲菩提萨埵跟在讲摩诃萨埵啊，那么就是啊，那有一点点啊，其实稍微小小的不一样而已啊。好，那就是菩提萨埵是菩萨，摩诃萨埵是大菩萨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但是发心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了啊。好，那现在来讲啊，它有第一个欲度化一切众生，悉无余故啊，悉无余啊。那么这个把一切众生都度尽了啊，就度尽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先来看它有几个啊，那么总共讲了10个啊，那么就是我们先翻过来看啊，134页，欲成是供养，欲供养一切诸佛。啊，第一个欲度化一切众生，第二个欲供养一切诸佛，第三个欲严禁一切国土，啊，第四个欲令一切佛种不断。啊，第五个啊，那第五个、第四个是受持一切佛法，啊，第五个欲令一切佛种不断，第二个欲分别之啊一切佛誓愿，一切如来誓愿，第七个欲庄严一切佛土悉无余，啊，那么这个第三个是欲严禁一切诸佛国土，第七个是欲庄严一切佛土悉无余。啊，那第三个跟第七个啊有一点像啊，第八个分别知一切诸佛会弟子众啊，那第九个啊欲持一切诸佛法轮啊，那跟第四个欲受持一切佛法啊也有一点一样啊，那第四个欲知一切众生啊这个心根啊，那么欲断一切啊众生烦恼。啊，大概有这10个啊，那这个很明显的啊，比如说像《华严经》啊，什么都是以十为主啊。好，我们放回来啊，来看啊，这个他先引这部经，那这个《如不可思议经》，阿舍那优婆夷与须达那菩萨。这个我们看注解他就知道啊，不可思议经其实就是普贤行愿品啊。那么佛法里面主要啊讲不可思议的，一个是普贤行愿品，一个是维摩诘经啊，入不思议境界啊，那么都是以不可思议为主。那不可思议经啊，我们先去看一下注解啊，他说不可思议经就是入法界品啊，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啊，也就是普贤行愿品。那么这个入法界品里面啊，他这里有说到啊，
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注解啊，就讲墨头的，他说这里引用很长的经文，那么底下啊就是他可能的出处啊。那但是他说大智度论引用的不可思议经的经文，以前面四种版本并不完全一样啊。这个中国就有三种版本啊，八十华严、六十华严跟普贤行愿品，四十华严，还有放文本的啊，所以加起来就是四种，那么都不完全一样啊。那他说这里所讲的数目量啊，就数词啊，个十百千万亿啊，这种数词，那么他说在三种汉译本已有所删略啊，就是有一点点差异了啊，放文本也不尽一致。那么他说大智度论应该是使用一部现今不传的特殊版本啊。那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数词啊，等一下再来讲，先讲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第一个华严经它不是一时一地一人啊那么编出来的，它是很长的时间啊，那么这样啊慢慢改，删改删改，这样又拆成两份，又合成一份，然后又多一份，又增加又删减啊，这样慢慢完整的啊。那所以那个大致就是龙树时代看到的，那么肯定跟这个我们现在啊传到中国来的不太一样啊。那像放文本的很多可能是在西域那一带啊，就是慢慢就又渐渐传过来。那么印度它本身在印度啊，像华严经在印度它本身就啊就有删减啊或是合并啊，这种就是有删减或是有增加啊增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这个在其他的大乘经里面也很常见啊，比如说大波涅盘经啊，比如说楞伽经四卷、七卷、十卷啊，本来四卷，后来七卷，后来十卷啊。那像这种基本上啊，这个大乘经里面很常见啊。那像华严经这种比较大的啊，这个也是啊。那所以那这里讲到啊，那它不尽一致，当然是应该就是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了啊。那我们如果看这个里面引用的经啊，那么它把大智度里面引用的基本上，我们如果去对照，你会看它是入法界品跟阿僧祇品啊，因为入法界品里面没有讲到这么多数词啊，数词都在阿僧祇品里面。那么有可能龙树时代它基本上是合在一起说的，后来数词的东西越来越大，所以就数词这一部分就别说，就变成阿僧祇品啊。所以你把阿僧祇品跟这里入法界品这个合起来看，那你就会看，哎啊，就是合起来看就会一样啊。那么有可能当时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啊，后来分开了啊，分别说了。好，所以不可思议经啊，就是入法界品啊，我们又叫做普贤行愿品。好，那欧舍那就是一般翻作修舍又婆夷啊，它是如果五十三参里面它是第七个啊，那么是一个女居士啊，所以叫做又婆夷啊，跟这个善财啊，这个须达那就是善财啊。好，那么大智度论也引用了啊，不就是华严经啊，引用了就是在卷三十三的时候啊，卷七十三的时候，卷一百的时候啊，都有引用所谓的不可思议解脱经啊。那我们说维摩诘经也叫做不可思议解脱经啊，那这本经有时候就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，那有入法界品啊。那么普贤行愿品基本上啊，那他这个是从所谓的啊利益众生来说啊，那入法界品基本上是从自己所悟的境界上来说。好，
那我们来看，这里讲到啊，这个啊，就是修守优婆夷啊，那么跟这个善财，那善财基本上五十三参里面啊，那么一开始啊去参善知识，都是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，那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啊，大概是这样啊。像金刚经讲的也是一样啊，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缘何住，因而降伏其心啊，就是第一个要发菩提心，但是我已经发了，那如何行菩萨道啊？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去了就会先这样问啊。那这个修守优婆夷啊，他就跟这个善财说：“诸菩萨摩诃萨辈啊，不为度一人故啊。”那么这个他基本上从几个层次来讲，第一个不是为了度一个人的原因。啊，那么发心啊，也不是两个、三个乃至十个，十人故，也不是一百个啊，就是现在开始就是一个、十个、百个、千个、万个，就这样数次啊，就是一直讲。那通常就是前面举几个，然后讲到最后面。那这里讲得非常详细啊，那么。就变成啊，它有几个数就开始讲啊。那印度才有这么多啊，中国没有，中国就十几个数词而已，印度一百多个数词啊。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数词啊，他说从一个啊，我们如果一个一个给他算了，一个一个给他算啊，个就是一啊，那二三四就不用讲了啊，就进备到十啊，这个是第二个个十，然后十再乘以十就百，百再乘以百啊，百再乘以十就千啊，千再乘以十就万，万再乘以十就十万啊，十万再乘以十就百万啊，百万再乘以十啊就一亿，这里的亿啊就变成千万了啊，但是有时候一亿是十万，有时候一亿是百万，有时候一亿是千万，有时候一亿是万万，啊，然后就十亿、百亿、千亿、万亿，然后亿亿，啊，就变成这样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个，如果把这个十万、百万算进去，哦，把十亿、百亿、千亿、万亿算进去，就多六个了。那我们现在这六个先不要跟他算，就算那个数值就好。那你。就是就先啊，你们可以把它做注解，就是这六个先把它省略，那你后面要加你再加啊，就是我们只算这个数词个十百千万，然后亿，然后亿后面亿亿不用啊，然后到后面阿由他亿啊就非常多了，所以这个就很难算啊，就中间就加十几个了啊，所以我们就只算这个数十就好啊。如果从这个个十百千万、十万百万千万亿、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亿亿啊，然后阿由他亿啊，那么就多了。好，那现在啊，你们可以把它做稍微做小注解啊，就比较会容易清楚它到底有几个，然后再跟华严经的对比啊，那么。其实现在电脑也很方便啊，你列出来对比大概就知道了啊。但是它有点不太一样，但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差不多。但是因为它这个翻译都是音译，华严经的就不一定啊。好，所以啊，那你就是一就是一啊，十就是二，百就是三啊，千就是四，万就是五，那中间就不要了啊，亿就是六啊，然后阿由他亿就是七啊，然后那由他亿。啊，就是八啊，阿耶陀意就是九啊，就这样算啊。那先来看那这个那由他那啊那由他我们比较知道啊。那么阿由他就是我们可能比较不知道啊。那么意有时候翻作俱知啊，意有时候翻作俱知啊。如果音译的话就是俱知啊，就俱知解啊，意解。百千万俱知，百千万亿解。好，
那这个阿尤他啊，我们看注解第九啊，他有时候写这个有啊，但是他就是一个数词而已了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啊，就跟华严经的对比好。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，因为他有这么写啊，啊阿耶陀，那么品婆罗、哥哥罗啊，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读了啊，因为其他都是数词，一个一个啊，我们把它写上去，写到这一页完啊，婆罗啊是第七十一个啊，就前面那些啊十万、百万、千万啊，那么十亿、百亿、千亿的不要算了啊，就算这个数词就好，到婆罗是七十一个。如果依华严经来讲啊，那由他以前是阿瑜多啊，阿瑜多就是俱胝俱胝啊，就是这里的阿由他啊，华严经是阿瑜多了啊，那就是说他都是音译啊，一番的不一样，阿瑜多可能就我们比较少常比较常见一点点啊，就是俱胝再乘以俱胝就是阿瑜多啊，就是。这个亿乘以亿啊，亿乘以亿，就亿乘以亿，那么就是阿由他，阿由他就是亿乘以亿，啊，那所以因为他这个真的要算起来，前面就很多了，啊，好，那我们就算数词就好，这个是华严经里面啊的一个说法，那我们可以对照，那算到波罗，啊，这是第七十一个，好，再翻过来，啊，后面就弥罗啊。那么一直算算到一二三四五啊六七八啊，算到第八行啊，就是一二三四第五行，第五行啊就有一个阿僧祇，阿僧祇就一百零六个啊，那如果再加上前面没有算的，可能就一百，总共可能一百四十几个有哦，一百三十几个，那我们那个不要算，就算数词就好啊，就阿僧祇是一百零六个啊，那么。阿僧祇再乘以阿僧祇一百零七个啊，然后再来就是无量啊，所以他这里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因为阿僧祇后面基本上十大数阿僧祇后面就无量，所以这些数词它还是有一些小差异啊，那他这个阿僧祇啊后面就是无量，那无量啊就一个啊，就是又无边啊，无量之后是无边啊，无边之后就无等啊，但是他这个无边就一个无等啊，无等又一个啊，那所以但是这个都把它算进去了啊，到最后是无数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十大数就是啊第一百零六个的阿僧祇，然后第一百零八个的无量啊，然后第一百一十个的无边，无量无边无等无数啊，然后不可计啊。然后不可思议啊，然后不可说啊，有时候不可思议、不可思、不可称、不可量啊，所以数词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。好，我们对照那个十大数啊，就是最后面的十大数了、啊，就是它总共看你怎么算啊。如果依照这样的数词来算啊，就一百二十一个到不可说、不可说，就一百二十一个啊。那这个华严经里面不可说不可说不是最后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不可说不可说转啊，那所以就如果照这里来看啊，就121单单算数词而已啊，如果把前面加起来啊，那就不止了，140几个大概有。好，那以这个数词来讲，那差不多也这样啊，就印度大概有100多个数词啊，140几个或120几个数词，好，那我们没有啊，一般没有算到那么多的，十几个而已。好，那所以这里他说好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，那么再上去啊，就不是数词了，就是形容词了啊，那么数词就是有一定的数量啊，那么多少多少它是一定的。我们这个数词有两种，一种是形容词，一种是数词啊，我们稍微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稍微知道啊，像这种我们是很常见的啊，像前面就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啊，比如说啊无量无边，这是常见的无量无边阿僧祇
啊，无量无边，那由他啊，那么不可说啊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那么其实上这个不可说是有一定的数量的，因为它就是个，像好像个十百千万嘛，啊，个十百啊，那你真的要算，可能就是十的几次方这样啊，我们不晓得，就是蛮多的，还是有一个数量，还是有的，所以它基本上。像我们读到啊，像前面就有了，前面就有不可量无量无边，啊啊，像这个132页，啊，无边无量不可思不可思议啊，有没有四个数词加在一起，啊，那它是无量无边无量啊，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百千万亿那由他，啊，百千万亿那由他。阿僧祇，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啊！你看，就很多数字加在一起了、啊。那这个都是形容词啊。那么有时候无量、无量跟无边是形容词，有时候是数词啊。它就是啊，十的几次方而已嘛。就是讲无量无边，但有时候是形容词啊。就是第一个，它是数词，就是我们读这一些东西了啊。就是我们要稍微了解，第一个是数词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数词，第二个就是形容词。就没办法数了，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数量的名词，数字就是它有一定的数量，所以我们讲到啊无量寿啊无量这个量，它不一定是，有时候无量就是不可量，像虚空一样无量，有时候无量是十大数里面阿僧祇之后就是无量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。但是它到底是数词啊形容词，其实就我们来看也差不了多少啊，因为是数词，也是对我们来讲，比如说恒河沙，恒河沙数，恒河沙数比较像是形容词，形容很多，那恒河沙是有量的啊，恒河沙还是有量的啊，恒河沙还是可以数的，恒河沙还是可以数的啊，如果用电脑啊，那么你把它看多重，你不用一个一个数吗？你看它多重嘛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去换那个硬币，啊，很多不用，你称就好了，因为一个硬币多重是固定的啊。那你看重量有多重，那除以就好了嘛。100，比如说一个硬币是1公斤，啊，假设了，我们只是这样想啊。那么这个有这里有1万斤，那就一万个硬币嘛，啊，这简单。那个沙也是一样。那恒河沙你不用称重，你就是你这么一个范围里面有几颗沙，然后你这里有多大啊，比如说这一个是恒河沙，那这一个范围里面啊有多少沙，然后就乘以这个大概就知道了啊。那所以一般来讲，恒河沙数它有可能，它基本上不太是数词，它是看起来还是有限的，有量的，一定是有限有量啊，但是它比较像是形容词啊啊，因为我们一般的人不知道它多少啊，都只是举这个形容了。好，就是我们看经典，有时候对这个名词哈，那么我们要稍微它的习惯用法啊，就好像五百啊，我们常说的五百啊，五百是经典里面很常用的一个词，但不是真的五百，它是大概的词，形容多。84000也不是真的84000，就是数词其实是形容词，那有时候形容词其实是数词啊。你仔细看哦，比如说我们说84000啊，有84000烦恼，其实不是真的有84000，不是，84000是形容非常多，那500是大概500啊，那所以啊，它这个印度的这种形容词非常的丰富了啊，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。好，那这里啊，通常它由这一些众生，然后后面啊，这是到这个数词里面是一个啊，然后到啊，那由它来自不可说国土围城等众生啊，就国土围城啊，那又是一个形容词啊，就一个世界啊，不可说的世界。啊，这个一个国土啊，这个一个阎浮提，你看啊，一个国土围城
啊，乃至于一样二三跟前面又重复一遍啊，到后面啊，那由他啊，阿由陀那由他，阿由陀就是阿瑜多了，阿瑜多啊，就《华严经》里面的阿瑜多。应该这个语应该再加一个这个，他通常是这样写阿瑜多，啊，就是阿由陀，啊，他是音译的问题了，啊，啊，他写阿由他了，啊，阿由他，那这里就是阿瑜多，啊，好，那他又重说一次，啊，就是从一个然后到一个国土，然后有这么多啊阿僧祇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的国土，啊。那国土之后就是什么啊？一样啊，一阎浮提的为一个国土里面围城的众生啊，然后到所有世界围城的众生。那么这里阎浮提是一个国土啊，居陀那就四大洲了啊。这国土里面的这四大洲啊，然后四大洲，那么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有四大洲嘛啊？那四大洲一千个世界。一千个就是一个世界，这四大洲里面一个啊，就一个世界。那么再晋级，称为一个小千世界。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一个日月，日月所造的啊。那么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所以我们一般说的三千大千就是这里啊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化区啊。那么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佛，所以三千大千啊，我们说过像这种数词哈，我们读久了我们就开始会知道啊。啊，我常举个例子啊，就十万亿佛土啊，这个把它擦掉。啊，三千大千。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啦，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啊，比如说六群比丘啊，或是十七群啊，六群比丘、六群比丘尼啊，十万亿国土啊，十万亿其实也很常见，过此十万亿国土，那这个其实都是啊，前面是形容词。是来说这个大千世界的，三千大千世界等于一大千，那这个大千是由小千、中千、小千、中千啊，就一千个世界是一个小千啊，这一世界乘以一千就小千，一千个世界一千个小千就一个中千，一千个中千就一个大千，就变成有三个千啊，就三千啊，一千一千一千形成一个大千，所以一个大千就是由三个千组合而成的啊，就一千乘一千乘一千 啊，那么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千而已，它不是有三千个大千世界，不是。所以你看印度的形容词，它基本上是把这个是在说明这个的。那六群比丘也是，它其实不是六群，就我们的语法跟他们的语法不一样啊，它其实就是一群。那一群有多少个呢？一群有六个。啊，它不是有六群，它就是一群。一群有六个，它不是有三千个大千，它就是一个大千。那一个大千到底是多少呢？啊，就十亿嘛，一千乘一千乘一千嘛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嘛，就一千乘一千乘一千的世界啊，就十亿个。啊，那么十万亿也是这样啊。啊，但是这里的意又不一样啊，这个意比较麻烦，因为它翻作巨资嘛。但还有其他的啦啊，我还有其他类似像这样的啊。那么这个巨资这个意到底是多少啊？就不一样。那最早的就是十万，那后来有百万啊，后来有千万啊，后来万万啊，像这里就是千万啊。那我们现在是万万为亿，我们现在是万万为亿，一万个一万啊，叫做亿
啊，就十万、百万、千万啊。那这里好像是千万，那也有百万的，也有十万的。最早是十万，十万为一啊，就最典型的，像《阿含经》里面，《杂阿含》里面，舍卫城啊，舍卫城有九亿人啊。那你如果现在看那个时代，一个城市不可能有九亿人，我们的亿啊，不可能。全世界那个时候，整个印度，就现在我们的印度范围里面也没有九亿人，中国那么大也没有到九亿人啊。最早好像四亿嘛，四万万四亿啊，后来就慢慢慢慢，现在十几亿了，也没有九亿人啊。它基本上就是九十万啊，亿就是十万啊，基本上就是九十万啊。那这个我们就是稍微就是数词跟量词里面啊，比如说印度的习惯用法，五百人。五百人不是真的五百人，他就是接近于五百那个左右的人，啊，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破后和僧有五百人跟他去，啊，不是真的五百个人，啊，那么就是圆满的五百个人啊，不是啊，他不是数字，但是他就是在那个数左右啊，比如说八百人，啊，八百有时候是形容多，但是八百八千，啊，八万四千啊，他基本上是这样。啊，那是五百是很多，八百是非常多，啊，那这个是印度人习惯的用法。好，我们稍微有这个概念，然后以后再看到类似的经典，我们就会知道，他到底在讲什么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继续看。那么他这里啊，所以四大洲啊，那么小千、中千、大千啊，那么就是一个大千世界的围城。就是把这个世界啊磨成围城，那么有那么多的围城众生啊，然后再继续，就反正就是要一遍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啊，然后到百千万亿啊，就这样，有没有啊？那么一样再一遍，如果真的全部把它列出来哈，我看全部列出来啊，就要列好几页啊，所以啊，乃至百千万亿阿由他那由陀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围城等众生发现啊。那华严经在不可说不可说后面还有一个不可说不可说转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稍微就这个数词啊，华严经比较多了，其他的没有讲到这么多的数词啊。最常用的就是十大数这一些啊，就最常用的啊。具知阿由他，那由具知那由他，啊，那么不可说，不可数，啊，然后无量无边，啊，就无量无边，有时候是数词，有时候是形容词，啊，就是说经典里面有时候数词其实是形容词，有时候形容词其实是数词，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，有时候看得出来，有时候看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他到底讲的是数词还是形容词。像我们前面讲佛的寿命，那么佛的寿命无量寿啊，那这个无量到底是有量中的无量还是无量中的无量啊？那这个就有时候是无量中的无量，有时候是有量中的无量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他说第二个啊，我们说第一个是度化一切众生，就发菩提心的因缘啊。第一个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，那一切是多少呢？就后面这一些啊，就是非常非常多啊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啊。那是把所有的数词都列出来给你看。第二个啊，要供养一切诸佛，非为供养啊一佛故发菩提心啊。那么因为你要能够供养诸佛啊，那么你才有办法听佛闻法啊，就有这个缘了啊，你才容易成佛啊。那非为供养一佛故发心啊，那么我们说宿习三多里面啊，就是有多供养佛啊，就是菩萨啊要多供养佛。那么在佛的地方，在佛处啊，种善根啊，
他说乃非为供养供给啊，不可说不可说啊，他就是从一中间就省略掉了。那其实如果详细的说，就跟前面都一样啊，那只是换成什么，把度众生换成啊供养佛而已啊，所以乃至这中间就一大段了啊，供养不可说不可说诸佛，从一佛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，从一个众生到不可说不可说众生啊，但是他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是在最后面这里121这里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国土啊，那么一个大千世界啊，然后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啊，那么又有这些啊，所以啊他这里也是一样，就把这两段啊，一个不可不是供养一佛啊，乃至这个不可说诸佛，不是供养一国土为城的诸佛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为城的诸佛啊，这个都是数量上的啊。好，这个是也是像普贤行愿品里面啊，这个类似像啊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愿无尽啊。好，非啊，他是说我愿乃尽了，但是这个是不可尽的，所以我愿也无尽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第三个要延庆一切诸佛国土啊，那我们说这个延庆一切诸佛国土啊，跟第七个庄严一切佛土悉无余故啊，延庆一切诸佛国土悉无余故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对照看啊。那么因为这个庄严跟严禁啊，那么它不太一样，不然它不会列成两个啊。那么这个可以对照什么呢？对照135页这里啊，这个十门为首的菩萨道发愿啊，你看第三个是欲令一切十方诸佛土清净啊，那么但是它这里啊，就是另外啊，但是它也不能好像不是完全一样的啊，它庄严一切佛土悉无余啊。第八个是分别支，那第八个分别支是这里的第七个啊，第七个第八个分别支一切众生诸心故啊，那所以这里也不完全是可以一样啊。那但是我们来看，就是我们稍微先给它对照看，不然你会发现它都一样啊，第三跟第七有什么不一样？不过庄严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气世间的庄严，那么清净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有情世间的清净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这里的净比较算是像维摩诘经广说的啊，那么这个净先净自己的心，然后依自己的心清净，那么让众生心清净，那么众生心清净，众生所在的国土清净啊，基本上心净国土净的意思啊，所以这里比较是属于众生净。那么这个第七个可能比较属于国土净啊，就是说因为看起来是一样的 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往那看啊。第三个啊，净一切国土佛土发心啊，然后后面乃至啊不可说不可说啊一样。那第四个受持一切佛法啊，不是一佛啊，不是一佛啊，是啊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为尘等佛法啊，要受持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佛法啊，那其实就是啊法门无量誓愿写了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了，那基本上类似下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个接着法门无量誓愿写啊，然后这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那也可以，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嘛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嘛啊，那么这里啊烦恼啊，断自己的烦恼，断众生的烦恼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第四个是受持一切佛法，第五个啊令一切佛种不断啊，佛种不断就是啊要有人行菩萨道，佛种才不断，没有人行菩萨道，因为没有菩萨道就没有成佛这件事啊。菩萨为因，成佛为果，啊，那么所以如果没有人发菩提心，啊，那么就没有人行菩萨道，
没有人行菩萨道，就没有人成佛，没有成佛，佛种就断了啊。那么所以啊，他这个欲令一切佛种不断啊啊，就从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为什么一个佛化，他不为什么不从一个开始说啊？没有，因为一尊，因为前面都是从一到百千万亿，然后到大千为尘，这里从一个大千世界开始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尊佛就是化一个大千世界啊，一个大千世界里面不会有两尊佛啊，就是一尊佛。所以他说欲令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中的佛种不断故。那么只要有成佛了，那么就这个大千世界里面，那么这众生就能得度啊，就有佛法啊啊，那么乃至于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的大千世界啊，就是大千世界中的像大千世界为成那么多的大千世界啊，就好像我们说恒河沙世界啊，一粒沙都是一个世界，有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。好啊，欲令佛种不断故发心啊，第六个啊，欲分别之啊，一佛愿故啊，一如来誓愿啊，发心啊，就是不是想要知道一佛啊的佛愿，所以发心，是要知道啊三千大千世界为尘等佛愿故发心啊。那像阿弥陀经啊，就无量寿经就是这样啊，就看十方国土诸佛啊不同的愿力，不同的发心。好，第七个啊，就是我们说第七个跟第三个有一点像啊啊，我们把它对照看就知道了啊。一个是叫做净严净，一个叫做庄严啊，一个是净清净，清净一佛国土，这个是庄严一佛土啊。好，乃至非为庄严，不可说啊，大千世界的佛土。好啊，第八个啊，知分别知啊，那这个分别知跟第六个分别知啊，我们也可以对照来看啊。第三个跟第七个对照看，第六个跟第八个对照看啊。第六个是分别知佛的誓愿，第八个是分别知佛弟子众啊。那知道佛啊的誓愿，知道佛弟子啊的状况啊。那么你要知道，你才能够啊，怎么？因为要气理，气理跟气机。那么你要气机，你才能够把你所气的理，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那你要气理，你如果不气理，你只是气机，那你也不能让众生得到真实利益啊。那么气理不契机，如果你契理但你不契机，众生不信受，那也没有用啊。那契理不契机等同于闲语啊，就是跟你讲，你讲话没有作用啊，影响不了他，度化不了他。但是你契机，他很喜欢听，但对他也没有真实的利益，短暂的利益，那也没有用啊。契机不契理，形同于外道，等同外道说契理不契机啊。那么等同于闲语啊，就是闲言闲语啊，就没有意义，就是利益不了啊。那么所以啊，他这里讲要知，不是知一佛的弟子，是知所有啊的佛弟子啊，这是第八个。那第九个啊，不是要持一佛法轮啊，要令正法久住嘛啊，要让法轮常转嘛啊，所以啊是要持一切啊大千世界为尘的佛法轮故发心啊。第十个啊，把这个讲完啊，不是要知一人的心啊，种种心所心所，一个人的心就很复杂啊。那么也不是要知一个人的根气啊，也不是要知一个大千世界啊的这样的啊次第相续啊，诸劫次第相续啊，而是要分别啊，这里分别断一切诸烦恼故发心啊，就是一人诸烦恼啊，就是断所有众生的烦恼了
啊，然后这个是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包括我们说的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那、啊、包括自己的跟众生的啊，要断众生的烦恼，要断自己的烦恼。那这里是十个啊，那么从这十个啊，它后面有一个十门为所的菩萨道啊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啊，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好，那么在讲到啊这前面十个之后啊，我们再来讲到菩萨发愿啊，那这里也十个，但是这十个看起来只有九个，因为啊，因为他这个第十个是啊发心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其实就是发心要成佛啊，这最后啊佛道无上誓愿成了啊，那就这个把它算进去就十个啊。那么这个可以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缩设成四个了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大概可以这个。那底下有所谓的十大愿相啊，就注解二十一那边啊，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。那先看到啊，这个第一个尽教化一切十方众生，第二个尽供养供给一切十方诸佛，第三个愿令一切十方诸佛土清净，第四个坚心受持啊，就心坚受持啊，坚心受持一切十方诸佛法，第五个分别知一切诸佛土，第六个尽知一切诸佛弟子众，第七个分别知啊，也可以跟前面的对照啊，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对照啊，那么就前面那十个啊，那么分别知一切众生心，分知断啊一切众生烦恼，尽知一切众生诸根啊，那么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好，要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做成佛了。那这个我们如果对照下面啊，它的注解，它的注解其实我们看一下，到《华严经》卷六十四啊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啊，就是发菩提心，其实它整个给它算起来有十四个，十四门啊。那么我们如果给它做注解啊，教化调伏是一，尘世供养是二啊，严禁佛土是三啊，护持佛教是四。那么第五个承满啊如来誓愿是第五啊，往诸佛国是六啊，那么入佛华位入一切诸佛众位是七啊，知一切世界中诸劫次第啊是八啊，第九啊欲知一切众生心啊，十知一切众生根啊，十一知一切众生业，十二知一切众生行啊，然后十三灭一切众生烦恼，诸烦恼，十四拔一切众生烦恼习。好，所以这底下其实有十四门。那十四门如果对照前面这十门的话啊，我们就上面先要解写十四门对照前面十大愿的门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啊，大概就是一二三四。那么这护持佛教承满誓愿大概是在这个四底下啊，但是有一点是这样啊。那往诸佛国入佛众位，然后知道这个国土的劫次第啊，基本上在第五个这里啊，然后第六个啊知众生业知众生行，第七个知众生心啊，第八个啊灭众生烦恼八啊，那第九个啊知众生根啊，那基本上那、啊、要成佛啊，这他这里的第十个是要成佛嘛啊，好，就是我们可以跟他对照了啊。那么如是等十门为首，乃至啊，你看又一个数词形容词，百千万亿，百千万亿是前面数词里面的前面几个，从百开始说啊，个十啊不算啊，就百千万亿。那阿僧祇是后面十大数，阿僧祇是后面十大数的第一个啊。那有些会说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啊，就是阿僧祇之后就在最后一个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放在一起。通常你如果看这个印度的这个形容词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就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啊，怎样怎样讲，那这里就百千万亿阿僧祇啊，或是百千万亿那由他啊，百千万亿恒河沙啊，类似像这样。好啊，是为道法门，菩萨应知应入，略说如是诸菩萨十道。
一切诸法尽入尽知，智慧之故，一切佛土菩萨道中庄严故。意思就是说，国土的庄严其实在菩萨道中，国土庄严在菩萨道中庄严啊，这个跟维摩诘经讲的一样啊。那么你心净，众生净，众生净，国土净啊，它基本上是这样。国土的庄严，佛土的庄严，佛土就是成佛之后的国土，成佛的国土。那么成佛的国土庄严啊，那么主要当然啊，佛比如说佛在这个世界成佛，那么庄严主要是国土庄严跟众生庄严。那么这个庄严基本上啊，就是成佛国土，那成佛基本上是度众生啊。那么你佛啊，你在菩萨的时候，你行菩萨到死啊，跟维摩诘经讲的一样，心净国土净的道理啊。心净国土净不是说你的心清净，所以你的国土就清净，不是啊。当然也类似有这样，但是他不是直接这样讲，他是说因为你的心清净，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么摄受这些众生也让他心清净，后来你成果的时候，这些众生就升到你的国土。那么因为是共业啊，比如说不杀生啊，我们行菩萨道时，我们先把这个道理讲一下。行菩萨道时啊，因为你的心清净，那么这个心清净，我们举个例来讲啊，比如说你不杀生，心清净，你不杀生，而且还慈心护身，慈心慈悲心护身，护身救命啊，不会伤身害命啊，就是不杀身害命，不伤身害命的啊，你还护身救命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啊，这个清净有很多种啊，不贪啊，不嗔啊，不痴啊，不嫉妒啊，非常多啊，然后不悭贪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因为你不杀生，所以你的果报啊就是长寿健康啊。举个例来讲，那么这个是一般的，但是你因为你是要成佛道，你这些资粮都是佛道的资粮啊，所以你最终因为不杀生，不只是不杀生而有很多了啊，就六度嘛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这个是持戒里面的一个啊。那么因为你这个果报，你最后成佛啊，这个都是你成佛的资粮了。但是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这个心清净，你不杀生，那你不杀生，你的果报，你当然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也会感受长寿健康的果报。那你去教化众生，教化什么样的众生呢？教化那一种啊比较嗔心的众生，害命嗔心害命的众生啊，或是贪心害命啊，也有啊。他可能因为嗔心，可能因为贪心，可能因为痴心啊，比如说杀生去祭神啊，他也不是贪也不是嗔，他就是愚痴，以为这样做是好的啊，不是。那么你教化这些众生啊，让他不杀生，让他起慈心护身救命。好，那么这个人受到你的教化，那你因为不断菩萨道不断教化这些众生，你累积成佛的资粮。那么这些你所教化的众生，这些你所教化的众生，在你成佛的时候，在你后来成佛了啊，就经过比如说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你教化了非常多这一类的，单单不杀生这里你就教化了非常多的人都不杀生。那因为他信受于你，他听你的话，他跟你有缘，他跟法有缘，那个法是你给他的，所以在你成佛的时候，那么他会升到你的国土继续，因为你跟他有善缘啊，他的善根是你给他种下的，他的善业是因为他的善根，你给他种下的善根他造作的。那这个人有善根有善业，你跟他有善缘，他依你得度。那么所以在你成佛的时候，他就会升到你的国土，升到你的国土，因为他有这个善业，他有这个不杀生的善业，所以
你的国土里面假设你这些都是这一类的人，这一类的人他就是什么庄严，他不会生到那一种很困苦荆棘充满荆棘充满毒害的世界，因为有隐业有满业嘛。长寿健康是什么？是满业。那隐业就是你成为人啊，或是升到那个国土里面去啊。所以这样啊，你心清净，你让教化众生，让众生的心也清净。那最后这些你所教化的人，在你成佛的时候都到你的世界，那么你都是这一类的人啊，比如说都是爱干净的人，都是很慈悲心的人，都升到他那个世界。像弥勒菩萨初发心就不食众生肉，非常的慈心。那么你信受弥勒菩萨的人，他都怎么样？他都不伤害众生。所以在弥勒成佛的时候，这些人因弥勒菩萨行菩萨道的人啊，那么持戒行善的人，他会跟弥勒菩萨有缘，因为他有那个能力，所以他升到那个国土。比如说梵天也一样啊，修四无量心。那你跟梵天一样离欲修四无量心的人，都能够升到梵天的国土。你受刀立天的天王的影响行十善，所以你未来会升到刀立天的国土啊。那刀立天他就是十善，所以他没有失意的意思，死的人没有悭贪啊，所以没有贫穷，没有卑贱，没有短命，没有多病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持这个戒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心清净，心清净，你教化众生，众生的心也清净，因为你的心清净，你影响了这些众生，让众生的心也清净啊。那清净有很多种啊。那么你的心清净，众生的心清净，那么你的国土就是你跟众生嘛，佛跟佛弟子嘛啊。那这些都清净，那么国土就清净。那所以心净，众生净，众生净，国土净，其实是这样啊。好，那这个《维摩诘经》也是这样讲啊，你用你的舍心布施的心去摄受悭贪的人，那么后来这些悭贪的人都不悭贪了，都能舍，所以你周围都是能舍的人，你周围都是不杀的人，那这些人都是受你影响的啊，他的善根是你给他种下的啊，他的善业是以你给他种下的善根而造作的，所以这样啊，共业所成，同行同愿，那基本上就国土清净啊，主要是这样啊，所以心净众生净。众生净国土净，后来就变成心净国土净啊，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啊，他说，所以一切佛土菩萨道中庄严住，就是一切佛土的庄严，一切佛土的庄严啊，佛土净嘛，一切佛土的庄严，它的因，佛土庄严是果，它的因是在菩萨道中庄严的，才形成佛土中的庄严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佛土中最重要的是众生啊，因为共业所感，像鬼道的众生共业所感啊，就是昏昏暗暗；地狱的众生共业所感就是受苦，是黑暗啊。那么天上的众生十善业道所感，所以就光明，正大光明啊，长寿啊，那么喜乐啊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到阿舍那言啊，就善财了啊，不是修舍优婆夷啊，阿舍那是修舍优婆夷啊，那么须达那是善财，善男子，我愿如是，自有世界以来，一切众生尽清净，一切烦恼悉断。这个是说修舍优婆夷的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修舍优婆夷有一个什么愿啊？好，我们来对照一下修舍优婆夷的愿。好，那就把它擦掉了。因为他这里都是引用华严经的啊，那有一些文就是因为翻译的不一样啊，就等一下再来看，对照看我会比较清楚。那修舍优婆夷是第七个啊，53参里面第七个啊，
这里叫做欧舍那啊，欧舍那啊。那么秀舍优婆夷，那么是华严经的第七个，五十三参的第七个了，啊，这是一八十华严说的了。啊，他是这个海船比丘第六个，他去参海船比丘之后，那么海船比丘告诉他去参这个秀舍优婆夷。啊，好，我们把它写一下好了。这个是海船比丘啊，因为他在海船比丘那边学完了之后，他就说：“那啊，我应该要再学什么？”啊，说你去找谁啊？你去跟他学啊。海船比丘啊，练啊，他去哪里呢？他去海潮住持普庄严园林啊，参修舍优婆夷啊，可能住在海边了啊。去到那个地方啊，找那个人啊。那么《大圣华严经》里面大圣菩萨的概念是啊，有在家有出家啊，有男的有女的啊，甚至有鬼道的众生，那是善在各处啊，都是有发菩提心的啊。海潮住处啊，普庄严园林啊。他的地方叫做普庄严，普庄严的这个园林。好，这个是修舍优婆夷。那这个修舍优婆夷他有发愿，他说啊，那是若有见闻意念于我啊，他的愿。那这个愿我们在啊，很多佛菩萨的这个愿里面也会看到啊，若见我，若闻我，若闻我的名字，若见我的相，若闻我的名字啊，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他并后来我们把它解读变成说啊，我只要听到啊，比如说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看到阿弥陀佛的相，那我就会怎样怎样啊。其实不是这样啊。那么他是说这样啊，他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，因为大圣经典后来就是一文解，不是大圣经典，就是后来有些人一文解义啊，啊，那就好像说，哎，这个我们说燃身供佛，燃身供佛不是你把身体烧了来供佛，你身体烧了对佛有什么好处？没有，而是你为法忘身，为众生忘了自己啊，那么不惜生命的求法。不惜生命的度众生，其实是这样，这个才是，就像这个阿难说的啊，就我们在送那个楞严咒里面啊，那么里面前面说的啊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那么来利益众生啊，那么这个才是燃身供佛啊，逝者名为报佛恩，他就是真正将此身心奉尘刹。那么逝者名为报佛恩，就是燃身供佛的真意啊，为法不惜生命，为法忘生啊，那为众生忘生啊，就是像这样舍命，那么这样才是真正的燃身供佛。后来我们就变成啊，比如说啊，烧自己的身体啊，来供佛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你像那个华华经里面啊，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也是燃身供佛，但是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用积极了很多的时候的这些油啊什么样，然后让自己光明。那其实那个就是法的光明啊，你就学习很多佛法，那么你到时候用你这个佛法来利益众生，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燃身供佛啊。那后来你一文解义啊，就很多人啊，砍断手指啊啊，然后后来我们点戒疤也是依这个因缘的嘛，点戒疤基本上就是依这个。《梵网经》里面男生供佛的嘛，我们不能男生，所以就代表性嘛。其实真正的男生供佛啊，这个生命呢 啊，就是为法忘躯啊。那么这样的概念，好，那这里也是一样啊。他说：“若有见闻，意念于我；若有见闻，意念于我。”
本上这个是修守优婆夷。那他为什么看到修守优婆夷，听到修守优婆夷的名字，一念优婆修守优婆夷就会得利益呢？因为它代表的是法，它代表的是法啊，它的特点就好像我们想起啊谁谁谁啊，那我们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想起孔子，想起佛陀啊，我们就知道哦，然后想起观音菩萨啊，想起地藏菩萨啊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我们要跟观音菩萨学习，我们潜移默化会受他影响，会跟着他做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没有，你根本就没有照着他的去做，那么你单单意念他的名字，想起他，看到他也没有什么作用，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。那后来就变成强调啊，只要念了这个名字，只要看了这个像，那你就可以得解脱啊？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修守优婆夷也有愿啊，那么与我同住，甚至跟他同住，这是他的愿啊。就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他现在讲到修守优婆夷啊，我们就顺便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。供给我者啊，供养我的啊，悉不唐捐。好，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有一种有形无形的影响力啊，就是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受他影响啊，你跟他同住，甚至你供养他啊，供不唐捐啊，悉不唐捐，供不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那个福德力啊啊！你看佛陀也一样，不管谁供养他啊，甚至是供养一碗粥而已，还没成佛啊！你看那个牧羊女，供养一个将成佛的菩萨，天上几千年的福报享不完。成了佛之后，第一个见佛的啊，第一个见佛的人，体会波利，拿着那个也是那个。那个简单的那个饭啊，因为他们是商人嘛，啊，被天神引导啊去，因为菩提树下成佛之后，啊，很多天没有吃了，啊，那么就商人引导，有天人引导他去供佛。第一个见佛是提卫跟波利，这两个商人，他也是供养一些东西而已，啊，后来就没看到他了。就这两个人后来在佛陀的一生中好像都没有出现过，就这么出现过一次。啊，但是这两个人肯定比那个牧羊女啊、苏家定啊，那因为他已经供养已经成佛的人嘛，谁只要供养过佛，那么他就会受到佛的影响啊，而且就算没有他的，他也有那种福报啊。那么供给我者，悉不唐捐啊，就我们叫做供不唐捐啊。你看他有两个见我、闻我、意念于我，这三个啊。那么见闻之后为什么会意念啊？一定要有见有闻才会意念嘛，没见闻怎么会意念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就根本概念上没有这个人，你怎么会意念他？意念一定于见跟闻来，若见若闻，那意念一定是深刻的，这个人对你的生命有意义，他有深刻的影响啊。那么意念之后啊，像这个佛弟子很多啊，在家出家都是见闻有佛之后意念佛，然后去找佛的啊。有时候同住，有时候不同住啊。但是不同住，他也同修啊，同行同愿啊。那进一步意念他，去找他，跟他同住，那供养他啊。那不一定同住，但是就是去见他啊。那么供养他啊。那么这些人，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嘛？你看。啊，那你们为什么会出家啊？那么也一样啊，为什么会学佛啊？也一样啊。那么也是见闻有佛法，你没有真正闻见到佛法，但是你听到哦有这样的修行啊，那你就会想起啊，我要出家，我要修行，我要学佛，然后就去佛教团体啦，去佛教团体，然后就护持佛教啊，那么或是在佛法中修行了啊，那一样啊，一样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修守优婆夷啊。但是这个就是他本身有功德哦，他才有这样哦。他自己如果没有力量，那你怎么能够让供养你的人得到福报？没有啊。所以你看修禅定里面也有这样的，我应引发殊胜尽力，就是我为什么要修禅定啊？我应引发，你要修之前你就要先发愿
啊，第一个啊，我这样修是要引发殊胜的禅定，殊胜境遇，由之发起殊胜神通啊，那能够得到可以利益众生的这些能力神通啊。那么知诸众生心行差别，然后能够观众生的根性啊，就差掉了，能够观众生的一切根性。你要利益众生，你要度众生，你要弃离弃机啊啊。然后知诸众生心行差别，说说法要知道这个众生啊，要跟他讲什么，他可以改变，可以变好。他要怎么修？他的根基在哪里？他的次第是什么啊？那你要有能力，你要有智慧，你才有办法告诉他。你要有慈悲，你才愿意去帮助他。基本上是这样的，知诸众生心行差别，说说法要令你恶趣生死重苦，然后又会调伏自身烦恼。修禅定要调伏自己的烦恼，离欲相，离欲清净啊，与就是引发无漏智，就是还要引发这个最高的智慧啊，解脱的智慧。那么你有了，你是无漏的，你是圣者，你就是众生的福田，真正的福田啊！谁供养你，谁顶礼你，谁尊敬你，谁就从你这边得到什么？得到福报。因为我们布施最主要的就是施者的心、施的东西，还有施的对象啊。如果他是个福田，你供养一碗饭给佛，跟供养一碗饭给提婆达多，福报不一样。你供养给佛，供养给舍利佛，供养给提婆达多，供养给一只狗，供养给一只猫，都是布施，都有福报，但福报不一样。那你自己本身得清净啊，那么你自己本身是众生的净福田，那么所以谁尊敬你，身口意上啊，只要啊赞叹你、尊敬你、供养你、礼顶礼你，他就从这个福田中得到福报啊。所以西部唐卷也是这样的道理啊。那你要让众生不管是意念你啊，那么乃至于就是赞叹你啊，然后顶礼你，然后供养你，都有福报。你必须本身自己是什么？是功德田，你必须要这样，那么你才能够让众生得到最大的福报啊。那么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，他已经有这样的，他发了这个愿，他就必须让自己本身是一个福田啊，而不只是啊你自己不是福田，那谁供养我、你有顶礼我都有福报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因为你不能实际上利益他啊，你未来可以利益他，你现在他顶礼你，他供养你，他就从这个福田中得到利益。当下就有利啊，那所以这个是修守优婆夷的愿啊。那么他第二个啊，就若有众生，那么若有众生啊，若有众生，他说不种善根。你看他的愿哦，没有善根，不为善有之所摄受，没有善知识，你没有善根又没有善缘啊，写在上面好了，再写得下。啊，不种善根。不种善根，基本上就是没有佛法的正信了，啊，那么因为没有佛法的正信，不能如实的去调伏烦恼，就有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，不信就是断善根，啊，没有正信，好，邪见就是断善根，好，不种善根，不为善有之所摄受，又没有善缘，没有善知识就没有善缘。没有善缘，善知识就是引领你向佛法得正信的人啊，那么让给你种善根的人啊，令你造善业的人。那如果没有啊，你没有这个善缘，你就没有法缘啊，好，就没有学习佛法的因缘，那就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，其实是这样
就是不为善有之所摄受，不为诸佛之所护念。啊，常常看到啊，诸佛所护念经是吧？比如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啊，这个是诸佛所护念经啊。那么其实其他经典都是啊。那么诸佛所护念的就是你有菩提心啊，你有善心，你有善根。那为什么呢？你看佛陀成了佛之后，他想去度谁？第一个曾经利益过他的人啊，他答应过的人啊，比如说还有善根成熟的人。那么佛所护念啊，佛度的众生就三种了啊。第一个是善根成熟的人，令得度。那这些很多都是他行菩萨道过去的弟子啊，善根成熟的人令得度啊，那么善根不成熟的令成熟，善根啊就是啊，他基本上是这样啊，有善根的人啊，第一个有善根的人啊，这两种啊，我们然后还成三种，第一个有善根，有善根里面啊分成熟不成熟，成熟啊不成熟，不熟啊，成熟啊，写好了，写好好写好啊，写在这里好了。佛护念啊，这个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名词好像知道又不知道啊。护念，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好，那么佛善护念的第一个就是善根成熟不成熟，善根有啊，那么善根没有啊，那这个也是佛度众生的护念的深浅差别啊。那么他要度众生的心是一样的，善根有成熟的啊，不成熟啊。所以你看佛在菩提树下，我要去度谁啊？跟他有因缘的是谁？阿罗罗迦兰啊，闼婆罗摩罗子教他禅定的，然后呢，然后五比丘护持他修行的，那而且五比丘修行有善根成熟了，他去让他得度，然后呢，三迦叶善根成熟了，他去度他，然后呢，品婆娑罗王他承诺过他，他承诺过他，因为他在这个还没成佛之前，去王舍城托钵，品婆娑罗王说，哇，看到他，你来做国王，我跟你一起做国王，统领这个国家。他不要，他说那好，那你既然坚持要修行，那么可不可以你成佛的时候你来度我。他答应他，但是要度品婆娑罗王要先度三迦叶，因为优柔品婆迦叶就是品婆娑罗王的师父，所以他先去度三迦叶。那三迦叶善根已经成熟了，所以他带领着三迦叶，品婆娑罗王去的时候看到，哎，我的师父怎么在这个年轻人那边，到底是我师父是这个年轻人的师父，还是这个年轻人是我师父的师父啊？后来他才知道他皈依佛，因为他答应过品婆娑罗王护念，那品婆娑罗王也是跟他过去有因缘善缘的人。好，那么成熟的就令得度，那佛要度一切众生的心是一样的，不成熟的就令成熟，未来得度。那没有善根的呢，令众善根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那所以佛度众生，佛说法的对象第一个是佛弟子啊，或是善根已经成熟的人。那佛弟子都是相信佛才来的嘛，那佛弟子里面出家弟子愿意跟佛出家的，愿意跟佛一样的，要跟佛一样的，有趋向解脱的意愿，那么接下来就告诉他们如何相应于解脱的修行，就这样嘛。修行就第一个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嘛，第二个要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嘛，啊，你要怎么修嘛，实际修嘛。所以佛说法第一个啊，除了善根成熟的，他没来找佛，佛会去找他，善护念他。第二个他要怎么样，要跟这些比丘说法啊，那么让这些比丘得解脱，因为他是信佛来跟佛出家的人嘛，是佛弟子嘛。然后再来就是在家弟子供养佛的嘛，出家弟子
在家弟子，再来呢就是这些外道啊，那这些还没信佛的人，就是学佛啊，就是这个佛度化众生，他要想他成佛之后都是想要去哪里度众生，要怎么度众生啊。像律典里面应该是根有律啊，还是世中有忘了根有律的样子，他讲到佛啊，那么有一次啊，就是后起了，那么身体很不舒服，那么因为佛大概五六十岁之后背就痛，他身体常常不舒服，他有一次痛到快死掉了，佛也是一直在受病苦啊，那么他就想说我要不要先入涅槃啊，这个身体虽然他有能力，但是身体的受还是要受的，所以有时候会讲到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阿罗汉，像佛他有时候会入灭尽定，让身体比较不那么苦。灭尽定叫做灭受想嘛，灭受想就是你这个心所里面没有苦受，没有乐受了啊，那个时候就不会感觉到苦，生苦还是苦哦啊，虽然可以心不苦，但是生苦还是苦，所以目犍连被打了很苦啊，这这些我要入涅槃了啊，不用多承受这种苦。那佛陀有时候会入灭尽定啊，据说啦啊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，这是记载是这样的，然后来让自己的身比较不那么苦啊。那有一次他又就是身体非常剧烈的疼痛，他心里面在想我要不要先入涅槃，后来又想不行，现在我的弟子都还散在各处，还有一些人还没得度的，我不能现在入涅槃，护念啊，这个就是护念啊啊，就好像你的父母护念你啊啊，我还有这小孩还很小，还没长大，我一定不能死，我要活下来啊，我要怎么样护念啊。但佛陀也是护念他的弟子啊啊，还有一些善根成熟的还没得度，他的弟子里面有一些对佛法还不深入的啊，甚至佛要入涅槃了，都还跟大家讲，你们对师弟有怀疑的，现在赶快说，我等一下要入涅槃了，护念啊，这个就是护念。那凭什么我会护念你？你有善根啊，你应该要依法得度啊，依佛得度啊，佛度完了，全部已经，所以他一教经里面讲了啊，涅槃的时候，我要度的都度完了，啊，善根成熟的都得度了，就跟我有缘的，没有缘的也不能得度啊。那跟我有缘的啊得度了，还没成熟的我也都让他们成熟，未来会得度。像阿难啊，阿难啊，那么佛灭后入涅槃，禅陀佛之后入涅槃啊，得度的都是佛灭后得度的，也有很多佛入灭，但是佛知道他们一定会得度啊。那也有一些就种善根啊，在弥勒佛来的时候得度，在未来的时候得度啊，这些佛护念啊啊。好，那么所以不为诸佛之所护念啊，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。好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？啊，那么世人终不得见于我。啊，他说假设啊，所以他在说什么呢？他说世人所以这里就是见法即见佛啊，见佛不一定见法，但见法即见佛啊，世人终不得啊见于我。那你再把这个见于我，若有见我闻我啊，那不得见我，不得闻我，那么假多不得见于我，不得闻于我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那所以就不会意念我嘛，像我们学佛意念法啊，意念佛，所以真正的念佛。念佛啊，这个是念这个菩萨了一样啊，在念观音菩萨、念地藏菩萨、念修舍菩萨一样啊，啊是要怎么样啊？不种善根啊，你就不信啊，重点是不信啊。那么虽然信，但你不修啊。善根有两种嘛，啊，五根、五力、五根信心念定慧，先有信，信佛，然后怎么样学法？修法是什么？信心念定慧啊，五根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无贪无嗔无痴，三善根。你看，就信佛学法修法啊，那么那个才是善根。那你信了不修啊，那么这是
无贪无嗔，有贪之有贪，有嗔之有嗔，有贪令少贪，有嗔令少嗔。那么有贪令无贪，有嗔令无嗔，就这样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种善根啊。那么你没有办法种善根，那也没有善知识教你种善根。那么这种啊，因为没有善根嘛，不为诸佛我之所忽略，那就是你不信了。你不信，那佛也没有办法。外道有很多不信的，舍利佛目犍连，只是听见佛他就信了，还没见佛，闻到法，知道有佛。知道有佛，还没见佛，闻到有佛，然后闻到法，他就信了。他去跟他的师父讲，他师父也不信啊。舍利佛目犍连的师父善若愚，他也不信啊。舍利佛目犍连去带了一些师兄弟，他带他的弟子出来，有一些人也不来啊。有一些人也不来，依然跟在善若愚旁边啊。那佛会不会说好，我去度你师父？没有，佛也不会去，因为去没有用啊。他不会去度善若愚啊，没有护念 啊，所以诸佛所护念都不为诸佛所护念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他说，若世人终不得见于我，得见我者，这个我基本上修行比是见法啊，知道这个佛法为诸佛所护念，有种善根的人。就好像有学佛的人啊，那么看到这个佛法啊，他就会随着佛法修行。其他宗教的人啊，不会啊，因为他不信啊。那么所以不见我者，得见我者皆愚啊。那么你由这个对法的摄受，皆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无上正等正觉了，就成佛了啊！因为这个就是菩萨到发菩提心的嘛。那么你受了这些菩萨的影响，你也会发菩提心；你受了他的影响，你也会行菩萨道。你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那么一直到不退转，你也一定可以成佛啊！基本上就是这样啊！啊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三藐三菩提。或不退转啊，那不退转就怎么样，就一定可以成佛了，就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现在行菩萨道最大的是会退转，不要说行菩萨道会退转，单单你五戒十善，有一些人就会退转了，人听到就会退转了，哇，再也不要做善事了，很常见啊。那么我们有时候说生斗恩斗生米恩斗米仇啊，那么做了善事，后来没有善报，你说我以后再也不做善事了啊，就单单五戒十善就会退转了，何况这个解脱道，何况是菩萨道，菩萨道更辛苦啊，真的啊，很容易退转的啊，或不退转。那只要不退转，那么你就肯定会有成就啊。那包括我们在学习佛法上。啊，也要不退转，坚心啊，心要很坚定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修舍优婆夷啊，那讲的啊，好。都是华严经里面的啦。那华严经最重要都是在讲怎么行菩萨道啊，时行时住时回向时地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那底下啊，他善财啊，他就说这个修所优婆夷欧舍那善男子，我愿如是。他有讲到他的愿，这里没有讲啊，当然有讲这个十大愿啊。那么自有世界以来，一切众生尽清净，一切烦恼悉断。须达那言啊，就善财。啊，因为我们习惯讲啊善财了，我们就讲善财就好了啊。说是何解脱啊？那么这个修舍优婆夷说，是名无忧安稳船啊。他的解脱就是无忧安稳船，安稳船啊。那么解脱，
无忧安稳床解脱法门了。好，那么他这里说到啊，我知此一解脱门，不知诸菩萨大心如大海水，一切诸佛法能持能守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，他底下就有很多譬喻啊，我们就写在那里啊。那个是华严经的，那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。那因为大智度论所引用的华严经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严经啊，那已经是不太一样，但是大同小异。但是它已经有，因为华严经我们说过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人，那么整编的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啊看阿含经也是这样，阿含经各个部派的阿含经也不太一样。到了现代啊，比如说杂阿含，那么导师又把它整编过啊，次第又重新换过啊。那所以如果我们以导师的那一本啊杂阿含经来看啊，那个第几经那个第几经又不一样啊，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但是那个时代啊，比如说律也一样啊，四分律、五分律、十诵律啊，加一点减一点啊，就加个故事里面，加个什么里面啊，都不太一样。那龙树时代看到的华严经啊，跟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严经肯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把它对照啊，就现在的是什么？好，那现在讲啊，第一个就是如大海水啊，我们就把它写一二三四，就比较清楚。第一个心如大海水，他的心如大海水，一切佛法能持能受。啊，就是其心，如果以华严经来讲，就是其心如海，悉能容受一切佛法啊。所以这个是里面是一样，就是翻译不太一样而已啊。那第二个啊，如须弥山啊，不动如须弥山，华严经是说如须弥山自意坚固不可动摇啊，也一样啊。就是我们如果要详细一点，你们就去对照啊，我就不写了，因为写了又要写很久啊，我就用念的就好。那你们回去就要的话，你们就把它写在旁边，像我这个也有写啊，我就写在旁边了啊。那我们就不用再写，我们就念。那你们要，你们就自己啊把华严经找出来，然后把这四个列在旁边对照就可以了。那因为它的名词差不了多少啊，都翻译的不差不了多少。第三个啊，就是第一个是如大海水，第二个是如须弥山，第三个啊，他这里是写如药王啊。那华严经是写如善见药啊，我们就写在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大家自己对照。那后面他的解释就没有，我们就没有写啊。能除一切诸烦恼，那华严经是说能除众生烦恼重病。好，第四个菩萨如愿啊。那么这个，因为如果如月的话啊，不是如月，如日啊，如月是在后面。菩萨如日，那华严经是说菩萨如明镜日，能破众生无明暗障啊。那这个是能照除一切暗啊，是一样的。那么第五个如地啊，犹如大地，他这里是说犹如地能含受一切众生，承载一切众生了 啊。那么这里啊，华严经是说如大地能住一切，能做一切众生依处啊，能为一切众生所依了啊。那么好，那么第六个如风能益一切众生啊。那华严经是说如好风，风有好风、暴风啊，那微风、徐风啊，那么能做一切众生的毅力啊，就是能利益一切众生了、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第六个。第七个啊，菩萨如火能烧一切外道诸烦恼啊。那这个华严经就跟华严经比较不一样啊，因为它这里是形容如火能烧一切外道诸烦恼。如果华严经不是用火，是灯，如明灯能为众生生智慧光啊，所以这个就比较不一样。火烧一切外道诸烦恼，去掉邪见，那个灯是它的形容是灯啊，能为众生做智慧光，就能够产生正见啊。这个跟华严经
跟大智度论的就比较大的差别啊，一个是人就是灯明灯啊，能够升起正见，就是为众生生智慧观啊，一个是火能够烧掉邪见，那么其实翻过来烧掉邪见就得正见啊，就去掉邪见啊，就没有戒禁举戒，没有我见，那当然就断生见啊，就有正见，要有四谛啊，那么也可以这样看啊，我们把这个讲完。然后第八个啊，第八个他这里如云啊，人与法水，一华严经是说如大云啊，能为众生与极灭法啊，能够让众生得解脱了，依法得解脱啊。第九个如月啊，那华严经是如净月，清净月，清净的月亮啊，不是云遮住的，那能为众生放福德光啊，那么这里是福德光明能照一切。第十个最后一个如四体还原守护一切众生，华严经就是说如第四悉能守护一切众生是一样的，大概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啊，第七个啊，它这里是如大火啊，如明灯啊，那不一样啊，那如大火能灭一切外道诸烦恼啊，能烧一切外道诸烦恼，那这个如明灯能为众生生智慧光啊，大概这两个有一点点差别啊，那其他的都差不多一样。好，那是菩萨道法甚深，我云何能尽之啊？那如果依华严经说，我云何能说彼功德行啊？就是菩萨的功德那么大啊，是我没有办法啊，是说到完啊，就是说这个修所优婆夷。因为善财去问啊，我要怎么样行菩萨道啊？那这个修舍优婆夷就跟他讲啊，那要这样发心啊，那菩萨啊，菩萨的功德啊，那么用世间的形容词来说，如大海，如须弥山啊，如药王，如日，如地，如风啊，如火，如云，如月啊，就讲不完啊，就形容不完。啊，我即使要形容也形容不完啊！菩萨功德无量无边啊，那所以啊，他说这个以是诸菩萨生大愿，欲得大事，欲至大处啊，名摩诃萨埵。好，那么早上就先上到这里。好，那么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